总会在1月20日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录制除夕特别节目 We Are 我们的除夕夜，打造跨界共演的经典组合，卡斯阵容坚强，陪观众朋友们一起度过除夕夜。出道22年的亚洲天团5566带着新生代偶像男团 Phoenix、阿国元少年组限定团 Thirteen、13人复刻78年级生的男团经典舞曲，唤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。我来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，青春里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台湾饶舌团体911也到场开唱，台式歌曲配上夜市风格的舞台，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压轴小天王周汤豪与明华园天字戏剧团跨界演出，与千人学生合作，我做的是爱不是梦，画下完美句点。2024年 We Are 我们的除夕夜将于2月9日晚上8点在各大平台播出。